第三十一题，自然界的氧有三种原子，氧十六、氧十七和氧十八。下列有关于此三种原子的叙述，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，氧十六、氧十七、氧十八，它们叫做同位素。同位素指的是所谓的原子序相同，质量数不同。也就是说，质子数相同，但是中子数不同。所以呢 ，A 说它们中子数一样是错的，说它的质子数与氧十八最多也是错的，它们质子数是一样的。因为质子数相同，电子数相同，所以它们的化学性质是一样的。所以 C 说它们的化学性质有很大差异也是错的。而我们一般的原子会保持电中性，是因为带正电的质子跟带负电的电子一样多。而既然同位素的质子数一样多，所以电中性的时候质子数一样多，电子数也就会一样多。所以呢，猪选项是对的。所以呢，第三十一题问我们说，有关于此三种原子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电中性时三者的电子数相同，因为它们的质子数是相同的。